21号，妻子的浪漫旅行官方微博正式官宣第二季嘉宾章子怡、汪峰夫妇。爱是一场旅行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依然愿意放下光芒走向你，和章子怡、汪峰一起浪漫再出发。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定档情人节，2019年2月14号起，每周四中午12点，芒果 TV 独播。想知道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吗？和姥姥一起期待一下吧。芒果捞新闻，期待章子怡、汪峰夫妇撒糖，报道。